台语很认凳吗？没认凳。高雄跟屏东的这边已经分裂了，主持群已经分裂了。对不起，这边有两个不懂台语的，可以讲中文吗？后来像安奈啦，接到爸爸妈妈的电话都会很敷衍。他老人痴呆症的，哇，那很难过。我就觉得，当你在打给他的时候，他不认识你的那个感觉，嗯，你会觉得很难过。嗯、为什么当初你不愿意好好的去？接他的电话，对，要陪他聊天，不要哭，开心一点呐、啊。骑摩托车，怎么那么丑啊？哎，这是吓到、啊。跟其他主持群，那有哪些人可以帮我们介绍？还是都不太熟？不熟，像我都不熟。他没有要介绍我们的意思。对啊，乔哥在，我看到这种歌手很难为。